我是叮了叮当，很开心的这一次可以来到巴图巴。哇，好开心哦，因为今天的感觉很特别，现场来了很多很多的 fans， 很多的歌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现场都很热情，然后最重要是有跟我一起打个场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最重要的还有看到，虽然因为跟大家距离有点有点遥远了，但是我看到大家有拿出你们手上的荧光棒跟我一起挥舞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会继续唱好多好听的歌，然后带给你们。那最近呢，其实也在忙着准备我的演唱会，叫做跟线上世界巡回演唱会。那呢，就最近即将要登上，就是第一站就是12月10号台北小巨蛋要站上去了，属于自己的万人的演唱会，还蛮紧张，但是呢，很期待，一定会加油。到时候会有很棒的演出，然后带给大家。期待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巡回，世界巡回可以来到大马站，到时候可以现场可以看到你们。谢谢你们，爱你们，希望可以再来，拜拜。